是唱歌哦，不一样，也是换换口味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换我们一节的歌曲《光辉的歌曲》。对。要唱这条《马豆》的主题曲。马豆的主题曲。我爱贵啊。马豆阿贵的主题曲，我爱贵。这首怎么会突然想唱台语歌曲？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台语歌曲。啊，你也是台语小天后来着？嗯，对，台南人。我嘛是台南人，我台语嘛是讲啊破破啊。马基呐，讲台语拢破破马基。啊，对，那谢明佑有讲，你讲台语很多小孩子都不会，所以要开始学台语，对不对？也算是一种那个台南的传承，好不好？带来我们的信心。啊，对台语歌应该比较有兴趣，对不对？比较有信心，会吗？今天哈，好，那我们就来仔细的听一下我们婉珍带来的《我爱鬼》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生哦带来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。那接。